大家好，我是王必胜。假冒政府机关以疫情纾困或防疫补偿等名义进行诈骗的事件频传，如果收到类似讯息，勿轻信并提高警觉，不要点击来源不明的连结，请认明政府官方网址.gov.tw 为结尾，不要在网站上留下身份证、账户等个人资料，有疑虑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进行查证。若想进行防疫补偿线上申办，可以透过卫生福利部防疫补偿网站进行查询，或是前往1988纾困振兴专区进行了解。让我们一起多疑多查不轻信，杜绝防疫诈骗。
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。我们不断的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